岂不得雨意云和，可以身相见如来宝，佛也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，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。因为我们讲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啊，这部经嘛，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明心见性的法门，是讲空的，讲空义的。因为我们那个真心，就是我们所要明的心那个心，我们所要见性的那个性，它是离一些诸相，离一些诸相。我们那个心是什么心呢？就华严义来讲，就是法，就是法。就是我们所说的，经常的说是一真法界那个法，你经常说佛法佛法，法就是我们的心，佛法就是说我们明心的方法，怎么样能达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。就是我们知道要么见那个法身，法身无相，证到法身了即是佛。所以我们问每一个道友们啊，经常应当这样理解，你有信心没有？但是这句话就说是你相信你自己是佛，不相信。如果你相信你自己跟佛无二无别，相信自己是佛了，这叫有信心。说通俗一点吧，就是要相信你自己，相信你自己。那么你知道了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意思，明心就是法，那么要证得这个法，就见到法身了。证得法身了，就是成佛了。现在法这见到这个佛像，是不是法呢？是法的化身，化身就是一个形象。乃至现在印度降生的释迦牟尼佛，是不是法身呢？不是的，是法身的化身。那么这《环境讲毗卢遮那佛》，那是佛的法身。那佛的报身呢？佛的报身和我们众生的报身，它的区别在哪里？佛的报身是功德所成就的，是吧？利益一切众生的功德所成就的。俺们这个报身是我们的做的业所感的，所感的。佛有三身，法报化。我们大家都学过《梵网经》。当你受戒的时候，一定要以梵网菩萨戒为本吧。那是卢舍诺佛说的菩萨戒，在我们汉地传承一般的受菩萨戒的时候，
受的十纵四十八轻，这是地上菩萨受的。法身不说法的，报身说法。卢舍诺佛他所说的《梵网经》，对什么人说的？对释迦牟尼佛说的。他坐那个莲花座，卢舍诺佛坐那个莲花座是一千夜，一千夜叫千叶莲花，千叶莲花。那么在卢舍诺佛说菩萨戒的时候，对着这个一千个释迦牟尼佛说的，那一个莲花叶如化身化的好多呢，千百亿，千百亿，一花百亿国，一国一释迦，千释迦牟尼佛，由对千百亿释迦牟尼佛说的《梵网经》，千百亿释迦在他所化的徒弟、所化的众生，由对着一切的菩萨说的，说的《梵网经》。但是这个都不是真实的。我在经上就说，但有言说，多无实也。那么现在所说的佛，是说的毗卢遮那佛的法身，是指毗卢遮那佛说的。我们所以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时，见的是毗卢遮那佛，不是现在的化身佛，也不是现在所见的相。所以佛成为佛者，就是他精进明了了。明了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身。他为一切诸法皆是缘起的，缘起诸法没有实性的，那性呢是空的。我们经常说是佛教所说的法，佛教所说的法，到我们那个藏经楼上看，商战十二部走你那么多柜子，那么多经书，要概括说来四个字，四个字就解决了，缘起性空。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共同来学习，在这法堂里头，这都是缘起呀、啊，缘起，因缘成熟了。缘起建在什么上呢？建到性空。缘起是相，是方便；性空是真实，真实的性理。缘起性空，那个空即性，那就是究竟觉悟的意思，究竟觉悟意思。所以现在一切众生不假相，就是不假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，你又能怎么能证到这个性空的真实般若呢？那这我们昨天讲的，这叫方便善巧，那目的是达到究竟般若。说我们见到这个相，以相为如来，这个如来是化身的。所以这个经文说，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这是说他的真实性啊，真实性啊。但是我们要不从这个见相的化身如来，我们怎么能启发到我们的真实如来相呢？因此就再回过来，
再回不来，回不来什么呢？说在性空里头显现一些缘起法，因为性空故无障碍故，才能不耐缘起，因为从缘起法故才能达到性空，从这个化身能认识到法身。昨天不讲五蕴，诸佛呢也是五蕴，他那个化身也是五蕴，但是那个五蕴跟我们这个五蕴两个完全不同的了。所不同者呢，就是他不执着，而是他的解脱，他的解脱，他为了众生，众生的因缘是什么，他就现什么。听我们大家共同学习，我跟大家解说的时候，思想发生变化，而每个听经的道友们思想的变化，我思想也跟着变化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有什么机就闻什么法，我也入世，一切诸位都入世，法是对机的。如果你说这个话人家不理解，废话，那起什么作用呢？说这话人家理解了，理解到什么程度？有时候业不由己，什么业呢？闻法的业，说法的业，这个业是善业，善业。说趋向我们所讲的，要达到真实的，要达到真实的。咱们那个在这个经上讲，每部经都在讲佛的32相、80宗好，而这种功德相的身相的佛，说这个是不是真实的？那须菩提答复说：“说我不是这样看的。”那你怎么看的呢？说我见到一些诸相非相，他这个还从他的二乘的正德断了见思惑所见到他的，他这是示现给众生的，示现给众生的。凡说有相都是虚妄的，因为他有生有灭之法都不是究竟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佛说的神相即非神相，要离开这个神相，离开神相，那个见的如来是什么呢？是法身的佛。这个神相呢还是五蕴假合的，所以说神相即非神相。所以须菩提他说我不以神相得见如来，因为这是非相。那佛承认须菩提答复你是对的，不要以神相来见如来。佛自己如是说，也如是说，凡是有相之法没有一样是真实的，要能见到诸相非相了才能见到如来，也是见到你自己的本相。就是说明心见性就是这样来理解的。但是有些个他是从他观照般若的气得实相的，咱们所说那个明心见性是从他的观照而气得到的真实，这是不是就成佛了呢？没有。我昨天跟大家讲了，这只是物理，
理随顿悟，事须见出。六祖大师，我们任何佛弟子乃至学佛的人都承认他是我们的祖师，是明心见性的，这是顿悟的理呀。那在思想说，他没读书，他不认得字，人家请他讲经的时候，他说好，你念一念吧，你念了他就给你讲。所以说啊，在这个佛教授当中说，理随顿悟，事须见出。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很多方便字，那个事须见出就是方便善巧，说从你的智慧当中又开阔，开阔方便善巧智慧，开阔了力的智慧，又打字里头开着慧，智慧两个分开了，还有你这个慧生出力量来了，叫力，力的智慧。就是在《华严经》他把这个智慧分成五个，慧方愿力智，这个字里头含着有这么多的作用，力就是它的热。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大方广佛系《华严经》吧，就讲大方广三个字吧，就是佛的体相用，你悟得体了，相没有，还得修相，有了相了还没有作用，还得修用，必须达到三个都成就了，就是自体相用，自体相。因此呢，用这种观念、这种观点看一切法，一切法，法者就是形式了，就是样子了。一切法，一切法也就显示一切相。说花是什么样子，房子是什么样子，树是什么样子，这都是花是花的法。大殿是大殿的样子，大殿的法，就是这一切法嘛，乃至人地，所以这一切法，它每一法都一切法的样子。假设你要取这个法的相，你得不到真实的，因为这是虚妄的妄法，妄的就是可坏相，不是永久存在的。这是呢，我们的见呢是虚妄的颠倒见，不是真实的见，是吧？一切散法都是妄法，都是虚妄法，凡是有形有相的都是虚妄的。在这些个法对须菩提来说，他已经明白了，而且他已经证得了，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理解的，因为他是这样入世修，入世行，他证得，只是说他证得的不够究竟，不够精进。他这个解空解到一半，解到一半还没达到完全的地步。那证了阿难果之后呢，那他的证得阿难果的，这阿难果的大家都证得阿难果，说证的果位是同的，那作用也是不同的。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人，每个人的作用不同的，阿罗汉也如是。所以他是在这个解空的道理上他是第一的，其他的这个阿罗汉呢就没有他这个解空上头的，没有他的强，没有他的想。如果佛在这个到这个倒立天去说法，说的时间太久了，太久了，大家都思念如来。
想念，想念如来。在这个时间，有一个比丘尼叫莲花塞比丘尼，他证得阿难果之后，他想在佛的制度上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四众弟子是有一定次序的。所谓次序者，比丘坐前面，比丘尼坐后面，比丘尼坐前面，优婆塞坐后面，优婆塞坐前面，优婆夷坐后面，是四众弟子的行动当中的一切次序，没有什么差别的。因为这个莲花塞比丘尼，因为见佛的时候都是这些个比丘啊在前头先见佛了，应该是这些比丘在他的前面先见佛。莲花塞比丘尼他也想先见佛，但是他用的比丘尼的这个相不行，他就示现了大梵天王。大梵天王嘛，咱们知道，比这第四天还高贵了，说也是佛的大护法了，大护法了。他不随佛的常例排班呐，等着比丘见完了他再见。他不以这个例子，所以他就先见佛了。因此嘛，他第一个见到佛的时候，他就跟佛说了：“世尊呐、啊，这一次我是先见到你了。”佛怎么答复他呢？佛说：“不是的了，不是了，不是你先见到我了。”他莲花塞比丘尼很奇异啊，说：“我这来见佛，他说没有别人见啊，我不是先见到你的吗？”说在我前头没有人呢，佛告诉有，说谁呢？说须菩提先见到我的。大家怎么样理解？须菩提并没到，也没画下什么，他也没有去。您大家参一参吧，咱们在现在讲的空啊，讲的是空，大家猜一猜他怎么见到的，他怎么跑到莲花塞比丘尼见到的。佛答复他说：“须菩提先见到的。”因此啊，我们这个意思，我这解的意思什么呢？空，空意，空，哭跟空没有障碍的。因为他是解空第一，不从散相见，不从散相见。那离开散相，又有什么见佛呢？那叫非空非散见如来，既不是空，也不是散。那我们现在要想悟得这种境界，一定要离开相。我们现在一切事物当中都在三生相位出法中打转转，从来没有一时一念之间离开相的，说我们见不到真实，也不能够会得般若意。尽管我们说从文字到观照，从观照到般若，这是语言嘛，我们必须把这个妄断了，才能见到真的。要能见到住相非相，才能见到实相。那对这个怎么样理解呢？金刚经本来是都是一意会的，意会叫你思维修，思维修，用思维来关照，明明这些有相，怎么说它是非相？
你怎么样去理解？理解了还不行，怎么样弃入？说这个相啊，不是真实的，不存在的。嗯。那这些相是什么？这相就是一切法，每一法有一切法的样子，每一法有一切相，一切法的相子。那佛相嘛，就是佛相嘛；众生相就是众生相嘛；人相就是人相嘛；畜生相就是畜生相嘛。让你认识，认识啥呢？这些相是假相，是五蕴所合成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你要能见到这些相，离开这些相，见它的性，要见住相非相，就是不是不在相上取分别，在性上，性上是无分别。就是在一些相上认识它是缘起所合成的，缘起是什么？就是生灭，有生有灭。那么就找找什么是缘起的根源，怎么样缘起的，因为什么缘而生起的。但你找这个因缘，这叫参学。早的时候就是参学，参就是思维，学就是听来听那个已经了印的缘起了，证的性空了啊，向他们来学，用这样的思想，这样的思维，渐渐的就能明白《金刚经》的含义了。什么是《金刚经》？我们要把《金刚经》《般若经》啊，就是把它说成空的，不对的。《金刚经》所说的空，不是理想那个空，说是空的。佛他不是这样说的，说你见住相非相即见如来，不说你见了空了就见如来，这不对的。要见住相非相即见如来。我们讲空叫把住相空掉，它不是的，就在这个住相上，就在一切有为法上，你能见到无为了。就是见到这一切相不是相，见它的相。那时候我们讲见一个人，找一个人到哪儿去问这个人，我说问张三问李四啊，问到灵隐寺，你找孟禅，孟禅在这里头不？这孟禅是个名词啊，它有个具体的实体呀、啊，这个名字是假的、啊，你得见到的实体呀、啊。拿这个做例子，说你见了一个像，一切住像，那不是真实像，那是假的、啊，你得见到它的实体。说你若在名言上执着，这名言没实体的。说那我们拿着假的名言再见着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不是实在？这人也不是实在的，这可坏心。你五十年见到我，或者见到孟三，那时候又是一个；啊，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见到我，又是一个。啊，完了，这个人消失了。五蕴坏了，死了，你再找这个人，这个相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是不是断灭了呢？这个空是不是空了呢？不空啊，什么不空？他所做一切的业不空，他又换个跑道而已，另换一条道了。所以就叫生死，就叫生死流转。一样叫见着一切世间住相，在这一切住相上头，你不起执着，
佛要我学法的时候就学这么一个，你透彻了就好了，不许自作。它可变化，就拿现在世界上说吧，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医疗技术发达了，可男的他不要等着说我念地藏经求地藏菩萨加持，不必，那医生就肯定给你变化了，男的可以变女的，女的可以变男的，这个大家都信了吗？但是他所做的业，这叫业障，这叫业障。那《金刚经》的这个空义呢，说是不是让你把这个相消灭掉的空，就在这个相存在的时候，你一见它，知道这是空的、假的、无障碍。咱们说那大菩萨，像观音、地藏啊、文殊、普贤呐、其实普通的一般的人，一个做幻术的人，乃至像我们说证得阿罗汉的人，他在入定的时候，他肉体没有了，你羡慕他肉体了。就是在相上即无相，一会儿他又可以显现了，等他入定的时候没有了，一出定又来了，就像咱们死了，死了他又来了，那就不一定变人了啊，也许到那个三道道去了，变畜生啊，变恶鬼啊，反正在这个六道轮回轮转吧，那现什么相就不知道了。有好多在世间的相，你在世间相上就认识他的本体，认识他的本体。在世间而不坏世间相，这就叫我人众生受者啊，度众生。不见众生相，无生可度。你怎么大家都很熟悉的地藏菩萨，反正地藏菩萨像啊，经常有这么对子，把众生度尽了方正菩提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度生度尽方正菩提。那有些人就是要从执着观点看，那地藏菩萨永远成不到佛了，等到地狱空了再成佛吧。地狱根本没有，众生相没有，当下就成佛了，众生相是虚幻的，地狱是业所成的，有这个业就有，你没这个业就没有。这就像我们杭州的监狱啊、看守所啊，对你毫没关系，就没有。但是你犯了罪、犯了错误，马上就有。你怎么能把这个理解到你日常生活当中去？这个你要理解了的呢，它好处是什么呢？你烦恼就没有了，烦恼就没有了，不必在相上起执着。因为为什么我们放不下呢？就是执着。那佛示现来人间成道，来人间度众生，其实示现的是假的。明了心的人呢，他懂得了这种再发菩提心，叫明心菩提，开路了还要发菩提心，这个发菩提心叫明心菩提。在佛经里面，特别是在大乘广法里面，时时的在发菩提心，
跟人发一次就完了。他刚信佛发心，修行之中发心，学道的时候也发心，成道了之后又发心，到了十诸位的发心，当地的菩萨还在发心，观音、地藏、文殊、普贤都在发心，都发的菩提心，那一切诸佛都发菩提心，大家怎样理解呢？一个是觉自己，一个是觉他人，尤其是在觉他人的时候，这是大菩提心，每一次众生都觉悟。说明心者、见性者，就是发心菩提，就是发心菩提。还有一个，怎么样降伏其心，怎么样住心，这叫伏心菩提，发伏心的菩提。我们前头一段经文讲的就是明心菩提，能够这样的能够见到如来的法身，能够见到如来法身。说你弃了理之后，你见一切世间相，你就另外一个看法，另外一个看法。这看法是什么呢？什么都不执着，任何事物都不执着，那就达到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这是明心了。是，你已经明白了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就是不离世间的一切相，能明白？这是指的理，从理上就是法身的理，你明白世间了，明白世间了。那我们看一些事物都是可坏的，我们的身体是可坏的，我们的住宅的房屋是可坏的，乃至你所有的一切吧，都是可坏性，都是变坏的。但是能见到坏的这个见，见就是我们这个知见，这是不可坏的，它是不到啥变化的，它不变化。谁能把他的看，说这看法给他毁坏掉？没有这个力量，没有这个力量。你能毁坏他的肉体，你毁坏不到他的知见。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思维，都能知道。咱们一个信仰，看一个问题看法。当然了，每一件事物的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。各有各的知见，但是呢，是不是合乎我们三宝弟子说啊，合乎佛教导这个知见，这叫正知正见。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知见正对正确啊，不正确，你可以对照吗？拿什么对照呢？那佛所说的法很多了，我们从一开始说吧，说见一切事物是无常的。一切法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这个我们用这对照一下，我们能做到吗？一切法是空的，空的就形容它，它在的时候就是它有必坏相。你用这个来对照，拿佛所教授的方法来对照一些事物，你有可能知道了。我们常讲修行，修行这是你的口里所说的话，心里所想的，身体所做的，你的跟佛的教导不相合，
把它修正过来，跟佛的教导相合，这就叫修行。那么我们这些个过去的祖师乃至于大菩萨给我们做了很多的榜样，就是修啊，修行啊。观音菩萨修的是大悲法门，地藏菩萨修大愿法门，文殊师利菩萨修的大智慧法门，普贤菩萨修的大恨法门。但是这是说包括他最初发心所行的，就是他怎么样的利益一些众生的，他自己如何行为，教众生怎么样如何行为，并不是发心想一想就行了，还想达到目的啊，达到目的就是愿呢，愿你得去工作呀，你工作就能达到了。光是空用心用空愿不做实在的事儿，这是不行的了。这实在是方法非常之多，我从华严经起吧，敬恨品，智首菩萨问那个文殊师利菩萨说，要想成就菩萨道，达到成佛应该怎么做，文殊菩萨就告诉他140种，从你吃饭到你上洗手干，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发愿。那以前有道友问我，我老法师啊，解下难居了，那解下难居界内就没有虫子了吗？都踩死的犯不算犯罪啊？那解下难居在这个环境里还要活动啊？我们怎么办呢？我说这个佛都有教导，都有教授，对。毗尼纪要里头就有这个，说你先早先就发愿，就给他祈祷啊，男子你去洗手干也给他祈祷啊，来吃饭也给他祈祷啊，一举一动，这文殊师利菩萨就叫我们三种祈行，跟我们说了140种，就叫净恨品，所行的都是清净恨。听见吗？那除此这140种之外呢，还不够，毗尼纪要里也有很多。你就举刚才我提升这个问题吧，我们不说不脚不踩死虫子，那手这儿洗水，水里也有虫子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咱也就发愿了，就念个记咒，念个咒子。从早人旦直至暮，一切众生智慧护，要与足下伤其行，愿汝及时生净土。这是救护众生的，这发愿。假使我没有注意，把你踩死了，踩到了，你赶快上极乐世界去吧，生清净土去了。这个都有，这就叫修行。嗯，奈何众生的方法，你做一切的事物一举一动，这就叫行菩萨道。那很多的道友出来出家好多年了，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也好，对修行没得到实在的加持力也好，跟三宝还不能契合也好，缺乏什么呢？第一个缺乏的一个认知，他的认识就是观念，他所知道的，知道了然后不去做，那是做的不完美不完整。修补的办法是随时的发心发愿来纠正，但你行久了，久了自然就明了，明了自然就有智慧了，有了智慧了，他就智慧来指导你的身口意三业该怎么做该怎么去，这样你逐渐的磨练，
能把你烦恼降服，是吧？怎么样降服起心？就是这样降服起心。因为你这个自见正了，真实了，你有力量了，你能降服你烦恼。人家家庭的事务了，琐碎事务了，在社会上呢，你做商业也好，做什么事务也好，想找个工作吧，打工也好，失了业了，那检查检查吧，检查检查你自己吧，为什么失业了？这要求三宝加持了，再求求佛菩萨，这就是降伏你烦恼的办法。因为你自己四宗弟子，现在我们都是四宗弟子啊。因为你是个佛教徒，是个佛弟子，我不能像一切社会上的人，我有些事儿不能做的，不能做的我们不去做，见于见于便于不去捡，不是自己该得到的财宝或者是我自己不去得，得了自己也消受不了。比如被人侮辱了，骂你一句，你可以不理他，可以忍受。这么后头要讲，讲到忍辱波罗蜜的时候，那种呢，最好的方法，你不接受就还给他就是了。他骂你，骂你，你不去跟他接受，你当没听见骂你，还给他。人家送你东西你不接受，他自己拿回去了，他骂你也是，他骂你你不接受吗？你不接受他骂他自己了，他你不生气了，你这样会想吗？对，那不是很远要吗？佛就叫你学的这样的，学这样的，这并不是远要，这才真正的大丈夫，是佛菩萨的行为。这样也是空意，怎么样空的呢？自他都不存在的，他也不存在，我这肉体也不是存在，不是真实的，短暂的一个时间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我说这一会儿啊，有时候十年，有时候一百年，这都算一会儿了。等你明白了之后啊，差尘一念，一念差尘。现在大家从你的自见上来观啊，你可以关照一下。你活了四十岁了，或者三十岁、五十岁了，加上你这一思维，做这一静想，不是都在眼前吗？都十几年的事儿，你现在想起来，不就在眼前吗？但是不要去想它，因为你想过去的事儿容易生烦恼。这经文的后头告诉我们，过去心过去了，不要再思索，未来的心还没来，也不要计划，这三心了不可得了，现在心的不住，这个我们讲的经文再讲吧，是吧？你要这样的思维，对，就见着一切诸相都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，这样子想，你看得破放得下了，看得下放得下了，这就是要见诸相非相，就真正见到佛了，明白吗？不是你做梦碰到佛像了，见着佛了，或者见地藏菩萨了，或者见佛，跟你说那才是真的。其实你这个是你这个白天一天你都碰见观世音菩萨，也碰见文殊师利菩萨，怎么理解呢？文殊菩萨做什么事儿，我做什么事儿，我不就是文殊菩萨吗？我们做这个，我们看着我们来的道友们，不管那信徒们，到这个佛殿里头，或者在三门口那儿去磕头烧香干啥的，求菩萨。
他就不好好坐那边想想自己，求人不如求己。那有一次那个苏东坡跟佛印禅师来，好像就到灵隐寺来，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那个店里头有一尊观世菩萨像啊，手里拿个念珠，念珠。这个苏东坡就问佛印禅师说，观世音菩萨拿念珠做什么，怎么竖个念珠呢？佛印禅师跟他说，是念观世音菩萨呀。啊，观世音菩萨还念观世音菩萨？说是啊。哎呀，他说我不明白，你给我解释解释吧。佛印禅师说，我不给你解释，你自己去参去吧，就你自己慢慢去想去吧。等把庙都逛完了出去时候，苏东坡说，我明白了。佛印禅师问他，说明白什么了？求人不如求己呀、要你给我解说你不干，那我自己求我自己了，我现在明白了，这是禅机哟。如果禅禅的话，这就叫禅机哟。你别当故事听，别当笑话想，你想想什么意思。你求观音不是来加持你，你求求你自己吧。求我自己怎么样？观音不是怎么做的？观音不是对人家都是慈悲的，帮助一人解苦难呢？那我也帮助别人解苦难呢。在你帮助别人解苦难的时候，这样想的时候，你自己苦难已经解除了，这个含义很深。我问你慢慢去想。这一段经文就从你在发心到降服你这个心，完了到明心，这么一段过程。你看你形象的时候你发了心了，发什么心？发一个明白的心，发一个觉悟的心。但是你这个心呢、跟你这个发心两个结合还不一定相适应，有时候做不到，那你降服他，要他一定得这样做，能做做的就明白了，这叫明心。就是这一段经文是要见诸相非相，就降服你这个心，看一切的一切诸凡人有形有相，都不是真实的，是虚妄的，无常的，苦的，空的，无我的。那降服你这些，莫去贪恋，莫去执着，莫去攀缘，久而久之你就明白了，也明白，从降心降服起心到你明白心，都是根据你最初发心来的呀。要见诸相非相就是这样啊。须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入世言说章句生实现宝，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，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，当知世人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众善根，于无量千万佛所众诸善根，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。须菩提啊，如来悉知悉见，世人众生得入是无量福德。须菩提听到佛说这句话，这一段上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说是世尊呐、你说这些个话，这种教授，这种方法，未来的众生听到你这个话，他能信吗？他能去求真实的实相吗？能信你这个话吗？能这样去做吗？
那么他这一问，佛就对他说了，就告诉他说，不要这样说，莫作是说，如来灭后，就是我涅槃之后，我死了之后，再过500年，有持戒修福者。这个持戒修福者，专指是佛门弟子说的。说我们作为道友受个三规，三规就有三条戒。不是三规没有说戒啊，三规三戒都说戒了。说一佛归一佛了，终不归外道天魔胆，这就是戒。归一佛了，不要是宅心的行外道，外道就是非是心法，都叫外道。莫信那个邪说，归法了，不去寻外道典籍；归僧了，不信问外道邪宗。这三个就是你受三规的时候，就给你说了三条戒，乃至你受五戒、八关斋戒。像出家二宗嘛，他就是比丘250戒啊，比丘尼348戒啊，这叫持戒修福者。不是说你完全持清净戒，你能够照这个佛所不叫你做的事儿，你不做，持戒就是修福，修福你就是持戒。戒是什么意思呢？防非子讷，一切不利于众生的事儿不做，一切不利于众生的话不说，一切的伤害别人的思想想想都不想他，对多做对一切人有利益的事儿，对一切众生的所做的好事儿，这就叫修福，就叫持戒修福。说这一类的众生，他听着这种的章句，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教诲，他能生信心的，他说这种说的是真实的，以此为实。但是后500岁，佛涅槃是后500岁，是正法的时间，正法住持500年，就指这个说的，就是正法时间。现在我们这都2000多年了，快3000年了，末法时代了。现在假使在末法时代，有人闻着这种章句，能生信心，那就是他善根福德非常。你什么也听不到。你听不到。你现在不就能听吗？就说明了我们过去不是在1、2、3、5佛的那儿住的三根，可以用无量天王的所住的人是章句，但是闻到因为用上所说的话，做一个人。我们不能说一定是要长时间，就拿这一念一念一念很广啊。比如说我们上班时候5点钟到了现在3点钟，你说你生了好多念头，那不是一念吗？那再一个含不住无量念头当中，你有一念成为清净心、净心，咱就自己要求标准，什么叫净心呢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，这就叫净心。可你现在一念这样心间，如来啊，虚实实现呐，如来就看见你了。谁让你现在这么信心了？
取得众生得入是无量，这个可能就答了。你看这段话呢，那须菩提向佛说，须菩提就持着一个，一种是个问号。他对这个佛说这一这个法呀，他因为太深了，是不是？到这个未来的时候，他有众生能现佛这个话吗？听到这句话，他能升起信心吗？更不要修行，瓦出一个信心。听到什么话？注意，要见众相不一样，即见如来，必须得见到众相不一样，有救现佛。这句话比一切众生，他能心得光吗？他的思想要不轻念，他念不轻念，假如能够把发心的修行，怎能进入他心地呢？那佛在跟他说呀：“你不要这样，不要发挥原来那么怕，我是那么没善待。”所以说到未来嘛，现在就是包括在内了，就是叫佛教徒弟不要这样看，不要对待一切人对这些东西。我就给他举个例子吧，我在我灭度之后呢，经过五百年，涅槃经过五百年，我实践修如量，南京的子张的生命力是一件大事，他把这个大事实在了，他会这个信任。能进入到八位的话，又表示这些人都有善根的，而且善根呢，我不是重点很巧，重点很简单，不是一五个二个三四五个，你应该不量的就重了三个了，这些见惑都有，实际是有重要，因为有这个善根才能实现。因为这个人实际修行的人都总说了，包括很多意思，现在佛涅槃了，但我们见不下，多见佛多闻法，实际呢现在有很多的见跟我现实生活当中很困难，但是我多见多见多听法，尽量我所教导你不去做，我总记住一句话：助人莫做助善助行。在助善助行当中，能做到我尽力的去做，是吧？别说人家能清净了，你看能清净的，有了清净的信心。这个没有迷惑，无论法如果能理解的，这个定心，他升起了决定的信心，不坏的信心。你像我现在大家在听的经上面，升起了信心，如果表示这个信心，你能够听。能够听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您把国外的事情放下，到这儿能听一听，这个人本身就是表现，是善根的表现。听了之后，接上佛教我做的事情，就是佛所教我做的事情，你去做，能做好多，尽自己的力量，只能表示出来，他是已经解决善根的。本身就是修福，完了文法的时候在理解这个深会，咱们有时候不会死光，因为佛老师所说的都是我也是一样，你
相信佛的实现，相信佛的实现，佛就能指导我们见到。你们说佛已经涅槃了，不在了，他们能见到你。从咱们的现实的思想不是这样的，实际上是说没有涅槃。你说这话有证实吗？在我唐朝的时候，我大学律师，大家都知道，钟南山大学律师，钟南山净月寺大学律师，由于他的大我修行改变，天人有塑造，也就是他认出历史的，也就是认出历史时候，那天人一定有塑造。有一次，他就问天人，他说：“释迦牟尼佛出了涅，出了涅，涅槃之后，就是死了之后，他升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升到什么地方去？”这天人就听见了，就一愣，说：“你说哪个释迦牟尼佛了？”他就问他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很多。你们入涅槃的是哪个释迦牟尼佛？到时候就说我说那个印度降生那个释迦牟尼佛，在印度降生啊，说法是释迦牟尼佛。你天人说，我刚才就法会来呀、啊，没有涅槃呐、啊。释迦牟尼佛还得听经僧说法会经典啊。如果咱们看到这个。什么样的意思？我今天是涅槃吗？是没涅槃吗？这是一件证明。另一件，天台山果梯果亭寺，这是修炼了四个大师，他是如宝祖学宝的，可以说这四教里头发起的。他在那个修法仪、修法仪的时候。不是法华三昧，就是亲身到灵鹫山入定当中，参加了佛说法华经，这个大师是隋唐隋朝的，隋朝时候，那个据说已经千多年，他是看着你说法华，那好多的思路啊。咱们以凡夫之见，好多的圣洁，你能信吗？信不信？但是不论道德律师是实力也不会打扰你的，你也告诉你不会下手打扰你的，你信不信？为什么叫飞来峰？飞来的这个山，在哪飞来的？在印度灵鹫山一个山峰修事，谁证实的？我不晓得你这个灵鹫山的山寺有没有这段，我所听说的，印度一个流行的到了。必修各地行上去游行，他走这个，他非常大。我说我说这个山峰的灵鹫山没有人跑到这儿，引起才叫飞来峰，在那儿飞来峰。这不是神秘，这是事实。现在这个山是事实。如果飞来的，那么可是怀疑他的。你说那么飞来的吗？是在这山上能飞的，神秘吗？所以王子那个舍利真飞来的，也是在水草搁在树上都放光把它取下来才修那个庙，才修的神秘。但为什么叫飞王子呢？因为这个舍利在阿育王教里，阿育王教里阿拉斯天堂，这塔会像你想的很大，
就装起来就行。我现在也岁数大了，对于事实啊，就叫我们叫信者叫圣洁，那不信者的教会我们不说，不是在家里的时候明显。但是要想生清净心，你得先有清净心。要能生起清净心来，很不容易。同样的信仰，信仰不是信心。怎么样清净心呢？啊，你可以去看一些书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众生相就一定把它看成有情，一切众法，很多法合成的升起的，像这个桌子就是众生相，目睹有微风，还有小火焦啊，再加燃色燃色啊，这就是众生相。众法所合合成就的东西都叫众生相。物质有形的，无形的也入现。我们再回想一下，你身体一面身体，这一面才能跳出来。我不是有这个道理，哎呀，一面不容易，我这信了老天了，除你在这讲的时候，我信了我就信，不是清净心。你看你有说者，你是一个听者，还有个花，还有个法座，这是种种相，给众生相，你有观念没有？你能否说句话？有分别没有？你那些是不是随口说的八卦？你要自己知道，有没有我像没像众生相说没像？那我这一面也没有，这叫虚一面。有没有说者？也没有人听者，能说所说的。爱家这所说的这个不有功力都没有，没有这种的体，有的是个虽然没有体，体是性空的，因为性空不生虽然，用虽然不变的才是性空。这句话要讲啊，讲性空难解。我们上讲《性空难解》讲过，讲过两周，就讲四个字。你再开过都可以，三藏十二部，一切四天下，都得说性空难解，难解性。因为性空建立在缘起上，缘起是显现性空的，因为缘起才能把空里，才把性空显现出来。因为性空过才能成就一些事物，才能实现原始的事物存在。你说简单呢，在事实上呢很容易，每一件事物都是原始，原始没实体可坏，没有实现，真正实现原始，原始性。但是证得了对你的烦恼，对你肉体的障碍，你肉体有什么障碍呢？现在他们想上上海去，你得想交通工具，你不能飞。如果你能一坐一，连你肉体也能飞。人说神通啊，这就有系统啊，一切都。无障碍的，和尚有时候出家有时候定的时候，
穿搭，但是人家并不徒弟们不行，这种功夫都得自己大概亲见了以后才知道，不见有的相似。比如说我们的做梦，人家梦是真的是假的，咱们心脏最后有个计算，一见有的话都是晃到的，都是不见一路过路试过，我这样来验证啊，这样来验证啊。上次这一段就说着我们要用这样的理解，对吧？我没有说要图吧，说哪位道理，只要你皈依三宝受三皈之后，你都有短暂的哪怕是最少的时间都有相应的什么，就是你的身心跟佛所教导的相应都有。在你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你认识不认识，掌握还没掌握，这就有问题了。观念，礼观也好，读书经也好，文经也好，参加一个法会，都是你心里的啊，不是肉体上产生一种力量。这种力量呢，就由于你的信仰升起的，你的信仰。这种力量是哪来的呢？是你跟这佛性智慧有那么一刹那的一点点相应，信仰的时间很短，不是短短的是一面。这种情况不论哪一位道长回多回少都有，一面很短少得到加持，包括睡梦都算，人生就是做梦，梦里还是梦里。我拿一个例子去解释，为什么这个人能够这样的，不是一拖二拖三拖五拖六拖三拖呢？千万拖我拖三拖呢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何理由？什么原因这样说？因为这个众生啊，没有我像人像众生一样的，无法量体无非法性，一切众生相都是法性。说把这些众生相没有了，有我像人像众生相吗？怕没有功，做功也不可以，无法相是功力，无非法相就是有力，又回来了。然后又加上各一点争取一点，为什么这样说啊？四分众生要心取向，解除我缘众生受者，可一直到一切法的法相，就分别去执着一切有相，那就说了我是众生受者相了。我们不要不知道把它遣除，不知道不取的，因为这是一些法，一些法的自然的现象，我们经常来说自然现象，它也是说我们做成受的。不能说是不取，一切非法相，也是说我们做成受的。这个是当有缘所，当有思维，就是妄念所想的都不对，都不能执着，归之法，归之非法，
法不对，非法理不对。以这种道理，我常告诉你们，我佛学，我常对你们说，汝等比丘，就是我的弟子啊，我汝等比丘，只我说法入法律所，大上因所何况非法。那这段经文呢，由始由上先来进入一个这个经文，对，只为是属于缘故，何以有责呢？师父您不是说吗？我说这么法这样的法呀，到未来后众生能信吗？我就告诉你，能信，有善根的能信。为什么叫做能信？你看，何以故？所以这个说的，我说这个能信的道理，不是一佛二佛三佛五佛众善根的道理。那这个不道，持戒修佛九级善根的人，能够闻了这些法，能够持章戒，能够升起清净心。所以这世界你能得到的佛的护念，你能得到佛的护念，他也能得到的无量的福德，这是神阳啊，这是神阳。很简单，因为这一类众生啊，他的德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乃至一些法相、一些非法相都没有，很简单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可以一念，不如只是一念，如果念念相续，那不就成佛了吗？对，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把它组合起来，就是一相，四相就是一相。没有这么多，才有人呢，才有众生，才有一些诸法呀，诸法的法相。如果我没有了，一切法都不存在。如果没有我相，我这一下这一下也都没有。那那就是我所以，我所了知的，我都没有了，能了知没有，所了知的一切都不存在，所以无法相，无非法。那把这么多说这么多，不是分析说的，不过它合拢出来，仁者恒，法者恒，就是两个，就是我法二执，我执法执，我执二执的法执菩萨法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所以假使要一切众生要心取一个相，是吧？思想当中虚多就是个名相，其实是这语言，虚多就是一个音声，许多一切法的相，就是取现在所有的吧，现实一些相嘛，一取相就执着于我，有我就有他，有自我就有其他的一切，有他就有一些诸法之相，这个执着人我众生，这个叫你执，这叫你执。法呢？法是我所有的，我所有一切法。那我们是假的，那我所有的乃至于我所说的一些话，那不是真的吗？他入到我这空间，我又有一些法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有法存在，就叫法执，叫法执。
法是什么？就是佛所说的无辜无常无我二分心的法，这四圣谛，这四念无我从此念念是吧？人本是没有的，法本是还在。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金刚般若波罗蜜，专门成了法身，来相信般若，相信般若。相信般若之后啊，这一切法存在不存在？一切法不存在。了解一切法，它的空义。若在一切法不生的时候，一切法会生。是不是不容易？那不容易究竟是个什么意？不容易是个什么意？不容易是一下，这一下，这是不容易。什么是不容易？不容易就是一下意，能契合不容易了，就契合一下。气上一下了，就进入般若了。一切下才能般若意。因为一些诸法的相里面，等一些诸法相里面，你找个般若相，找个智慧相，是个什么样的？在一切诸法的时候，想找一个般若相，不可得的，没有般若相，那它只是光明，光明色都没办法，把你在这些都说什么了？它的相是什么相呢？是个智慧相，能契入一相，这也是叫佛理之见，你得到佛理之见。你得到佛力之间，再得到佛的护念，护念一定起步。因此，这就叫悟解道，理解了，明白了，悟得了。悟解道就是诸相皆空。就是三轮体系嘛，已经成了三轮体嘛，毕竟两头二点八，三个佛法虚空，那是许多法相的，许多我相的，许多非法相的，这就叫执着。学多少相要去掉这个，总的来说是去掉你的执着。一切不虚，也不应该虚，你不应该虚法，也不应该虚非法，凡是相对的都不虚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法，也没有什么叫非法。以这种道理，我在常说。无论你行啊，你在我说法呀，就不和那个法怎么样的，使我做法入法律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因为过了河了，被缠住了，被那个法子、法律缠住了。连正法都不进去，就说那非法还执着吗？不是佛法还执着吗？那就是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说法是法律，是个北方的东西，那个法律是不是天气的，不是在纸上飘着的，是这个含义。另一个呢，我们大家可以自己来做自己的理解，自己关照，是吧？佛所说的法叫五世界，叫五布施。
犯罪这个界不存在不存在，没有犯罪，没有犯罪，而是说这个界不存在，可你不杀，你从来就不杀。那个界，这条界，界杀的界，对你没用的，不存在。但是这是个从语言能出入的进入要思维，为什么关照的时候在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照，关照我说进修这就是思维，因为佛法必须经过你自己练来和法国的印象法国的思维，意思就是说你说文字不了言语文字的波罗当中，你要进行思维修，有关照，就是关照波罗。这个过程呢，就是思维修。那你思维修的帮助可多了。你怎么样呢？能够自己关照，意识到诸法的无限。意识诸法的空相，意识到法性，就是一句成就我的净心，是吧？有净心的人呢、啊，他是没有我相、没相、无明相、受者相的，也没有法相，也没有什么非法相，凡是指向他的净念、净心，什么都行。为什么呢？他总是说有我人众生生的，或者把人人相放了，或者是法相，说人我只是没有了，我所说的法可是真实的，所以现在呢，在西部地请问佛或者说法的重点就是去法治，我们看那个清朝的大哥千万百五十人去都是大哥都看反复没有，所以这个法佛术的重点的佛术就是去法治的，就给佛罗汉旁边有其他人的众生，就像你这一位众生，你看，你有了我，就有人，有了人就众生受，就相续不断，这一切法相，把我显出清净了，完了再先法，法也清净了，二者俱空了，二者俱空，这一部分就是成就如意。对，不应该取一切法，也不应当取一切非法，法上有使，何况非法，当然要使。你这个缘故，所以佛才说的比喻了，你知道我这说法呀，就是过了河就是了，目的念的过河。大家都念这个心经啊，心经后面有个咒啊。因为就是不拉比不拉斯比不是说所以这个含义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，让一切众生从此难得到彼难，从生死苦海的此难到涅槃的彼难到不生死。又有一种发现呢，让成佛成佛大家都成佛，一个波尔波罗蜜的自断都能成佛，祝大家都成佛，今天就是。